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菇类吧？这个欸、感觉很像面包在罐子里放太久，然后发霉。真的，欢迎收看《东桥开箱去》，我是包博，我是文恩，跟大家讲我们今天要吃太空人吃的食物啊。好了，其实不是太空人真正吃的食物，不过呢是用太空人食物的制法所做的哦。首先呢，我手上这边有太空人吃的香草冰淇淋，不用冰哦。然后还有一个是太空人罐头的面包，然后这个太空的章鱼烧，这个呢是太空人的布丁，最后这个最妙的是太空人吃的玉饭团。试试看这个太空人香草冰淇淋，真的是蛮好奇的，它竟然也不用冰，然后又干干的，里面感觉是。块硬硬的东西，不知道是啥。冰淇淋不冰也太怪了吧？其实。它里面还有一个内包装。OK， 我们打开来看看。把它拿出来之后啊，它里面是用一个塑胶的白色塑胶盒装的，然后里面就是一整个方块，方块酥白白的感觉，然后闻起来是香草的香味。然后我们现在一人来试吃一块看看，它就是根本就不像冰淇淋啊。说最讨厌吃一个产品叫羊乳片哦，像有像，超级无敌像的。它是更松软，然后蓬蓬的羊乳片的感觉，又有点像奶昔，然后你给它就是放到干燥之后重新再吃的感觉，就是没什么水分这样子。这样子其实我不太期待其他东西。好啦，我们现在来吃吃看这个罐装的面包是什么东西吧。这个是菇类吧？这个欸、感觉很像面包在罐子里放太久，然后发霉。哦，这酵母味道好浓哦，有点感到发酵，就是酒味。我看，对啊，酵母味真的是颇浓。嗯，好吧，试试看吧，试试看就知道了。关麦了。对啊，来试试看。哎、欸，史上最空心、最空洞。真的，里面非常的松啊。对，其实还是有点潮湿的感觉、啊。我觉得好像是巧克力口味，是巧克力口味，是吗？我闻到巧克力味道。我们试试看哦。啊，很干哦。对啊，发酵发太久的面包，有点像是福利社以前卖那种十块钱，就是你不会期待太高品质那种面包。好，我跟你讲，来打个比方，好，小时候买苹果或草莓的那种夹心面包，对。拿出来之后不小心忘记吃，放了一天在空气中，隔天再吃，大概就是这个感觉。不过说真的，我觉得就是不会到没办法下咽。对啊，就是一个蛮特殊的乐趣。但这个蛮特别，我们买的时候是九月的时候买，所以可以放不到一整年，大概可以放2019年的四月。所以对太空人来讲，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保存。对啊，接下来的这一款是 SpaceTakoyaki， 也就是太空章鱼烧喽，来吃吃看吧。大家没有觉得这个开箱的姿势很性感？为什么你要穿浴衣？对，超怪哦哦哦，嗯，哦，它已经章鱼烧的形状了耶，好可爱哦，超级可爱的，是它。哦，我觉得勉强来讲，它像是章鱼烧饼干，嗯，章鱼烧口味的饼干，嗯，但是没有处理好，所以很干。我个人觉得还不错，嗯，我觉得它的味道有做到，就是有章鱼烧酱汁嘛，美奶汁，然后一点柴鱼，就是那个味道都有，可是少了章鱼烧的口感跟水分。嗯，好啦，我们来吃吃看太空人吃的布丁，为什么长得这样子啦？好怪的，真的。这闻起来跟刚刚那个，香草有点像啊。我觉得它那么大一块，然后实际的分量大概只有原本的十分之一吧。嗯，它的布丁味也是觉得，我觉得还原度也算蛮高，有一点点吃的那种奶油，然后一点点就是布丁的味道啊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再来就是这个太空的 onigiri 玉饭团，它这个很酷哦。这个包装虽然是塑胶的啊，不过它可以直接倒入冷水或者是热水，到这边有一条线注汤线，然后呢之后放进去，你放个15分钟，让它充分的吸水之后，就可以拿出来捏捏捏，拆开给大家看喽。哎呀，
它这边有那个，就是类似那种夹链袋的那种感觉。哦，打开的话，这里面就是，哎呦，鲑鱼的预拌团的，算是怎么讲，米吧，粉末。嗯嗯，大概摇个就是20下以后，然后就把它放了大概15分钟就可以了。Yes， 哎哦，所以它包装还有分第二段、啊、中段的话就是好了之后可以撕开这样。好吧，直接把它拿出来啊。好，哦，好了，我们直接这样吃好了。不行，我们要考验鲍勃的巧手，捏饭团。好啦，这个结构非常非常的松散啊 ，Go！ 说实话不难吃，稀饭水不够多，或者是饭的水加太多，然后就是太空人吃，你捏完半团之后手就变我这样子，然后你要用更多的水洗。那以上就是今天开箱的5个。太空人的食物喽！耶、yeah, ，我是鲍勃，我是思维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